大家好，我是 Yen， 今天又是跟大家介绍美容机的时间了。不过今天比较特别，就不是介绍面部美容机，而是介绍用在手的美容机。它呢就是这一部啦，来自 Karen Body 的 Hand Perfector。 话说我双手和双脚由小到大都是非常乾燥，小时候就不懂得护理啦。去到做第一份工作，我就是做采购的，做 merchandising， 每天就要跟很多的纸箱纸盒去搏斗，又要拿一些很重的东西。久而久之，其实我都发现出来做事之后，手很干，是后面这个手掌这个位置，是你会发现有些一条条很细条的干纹，自己摸下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，一条条坑咁样，非常之干。我成日都会自嘲自己手好似凤爪咁啦，同块面嘅皮肤咧，其实真系争好远。自从我去年咧认识咗 Current Body 呢个牌子啦，我就发现咧，原来用红光红外线咧，系真系可以令到皮肤咧系得到很好嘅修复。所以我成日都会睇下佢个网店啦，有啲乜嘢嘅 product 咧系适合自己。真系俾我揾到一部咧系专做手嘅一部嘅美容仪。咁嗰时我已经好想入手啦，咁但系嗰时就冇货，咁一路喺度等待。點知咧，真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俾我等到之餘咧，仲等到一個改良版。因為之前咧，佢係一個只係可以做單手，兩隻手要輪流做嘅一部儀器嚟嘅。去到今年咧，佢就推出咗一個改良版，就係同一個時間咧可以做曬兩隻手，咁就方便好多啦。講下佢嘅原理先，其實原理咧就好簡單，就用咗紅光同埋紅外線嘅。呢個嘅紅光咧係可以直達我哋嘅真皮層。咁佢嘅作用咧就係去增生膠原啦，同埋咧可以均勻我哋嘅膚色，而紅外線咧就可以去到咧好深層嘅皮下組織，唔單止咧可以將氧氣帶入我哋嘅細胞，激活細胞啦，仲咧可以咧促進血液循環，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哋細胞咧不停去更新嘅。所以佢嘅用途咧其實就愛嚟抗衰老啦，可以減淡我哋皺紋，減淡我哋色斑，去均勻翻我哋手部嘅膚色啦，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唔記得幫我哋嘅手部咧係做防曬嘅。另外咧，就係如果你手非常之乾燥啦，佢都可以咧幫你舒緩嘅。仲有一個功能好重要，可以幫到好多嘅太太媽媽嘅，就係可以幫你舒緩主婦手，因為咧佢係可以咧對付炎症同埋對付一啲痛症嘅。試用咗呢部機之後，真係急不及待想同大家分享，咁大家就知道係好嘢啦，係咪？我記得啱啱收到嘅時候非常之興奮，第一個星期咧係日日用嘅。咁我就成日都 check 住啲皮膚啦，隻手有冇好咗咧？咁又發現其實又冇話即刻唔見曬啲紋啊，或者咧係隻手即刻白咗咁樣。咁我就喺度諗啊，會唔會其實冇用咧？咁我好記得咧，有一晚用咗一個星期左右嘅啫。咁我有一晚咧就做翻我自己日常護膚啦，搽 cream 啦，搽精華啦。咁跟住咧，我摸上我塊面度啦，就覺得咦，點解我塊面咁滑嘅咧？我喺度諗係咪因為我最近做咗啲咩特別嘅嘢令到塊面好滑？但系我又冇乜做咩特別嘢，都係做一啲日常嘅嘢啦，平時會做嘅，冇新嘢加入我日常護膚。之後當我再上深一層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咧，其實唔係我塊面滑咗，係我隻手滑咗，係好明顯嘅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經驗，就係做按摩嘅時候，如果按摩師咧佢隻手咧係比較上鞋啲嘅話咧。佢摸落你度嘅時候，感覺到佢手掌有啲坑紋嘅。咁我以前就係咁嘅狀態，摸落自己塊面度嘅時候咧，係會覺得有啲棘棘地。但係嗰晚咧就係覺得好滑嘅，兩樣好滑嘅嘢摸埋一齊，所以咧我就係誤會咗，以為塊面滑咗，原來係隻手滑咗。跟住我即刻咧就揾我老公啦，我叫佢幫我摸下我手係咪真係滑咗。哇，佢都覺得好驚豔啦，佢話：哇，係喎，真係好似滑咗喎。跟住就要讲用法同埋注意嘅事项啦。呢部机嘅用法其实真系超级简单，就系你揿咗个掣，伸只手入去，十分钟之后佢就会自动断电，疗程就完成噶啦。不过有两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嘅。我发现咧用到中途大概系第二、第三个星期到啦，咁我觉得咧点解用下好似冇乜进展咁啊，冇咗第一下啊变得好滑嗰种感觉喎。咁跟住我就諗下係咪我用嘅時候咧用錯咗啊？跟住我就發現啦，因為咧我喺第二、第三個星期用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咧我用嘅時候係隻手咧會有一啲嘅精華，或者咧係會有啲 cream 啊，因為我可能做完面部嘅 skin care 啦，咁 high 咗啲 cream 喺上面，而我咧又冇去洗走佢。就咁咧，就擺咗入去嗰部機嗰度。大家可能會諗，哇，搽啲精華啊，搽啲 cream 上去啊，咁咪令到佢滲入皮膚咯，更加好咯。呢個諗法咧喺 LED 呢一個嘅療程裏邊咧，係完全係錯嘅。大家千祈唔好搽任何嘢上去，因為咁樣咧係會阻礙咗嗰啲嘅光咧
去進入我哋皮膚係進行作用嘅。咁結果咧，我後期咧就真係好乖，洗乾淨隻手，無論我手上有任何珍貴嘅精華都好啦，我都一定咧先洗乾淨，跟住擺入去。你會發現你隻手係越嚟越滑，你可以咁樣喺裏面捽下啦。攞出嚟嘅時候咧，簡直咧係好似剝殼雞蛋咁嘅。第二點一定要注意嘅咧，就係你做完呢個療程之後，請你即刻搽翻 hand cream。我會建議你可能搽啲精華，甚至乎咧係間中咧都會做個 hand mask 啦。因為咧，當我哋做完呢個療程之後咧，我哋皮膚咧嘅細胞係被激活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佢係咧最能夠吸收營養，所以你就要不停提供俾佢，令到咧佢嘅細胞可以不停咧係更新，咁咧就可以有一個咧好靚嘅皮膚噶啦。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咧，就係我自己嘅使用習慣嚟嘅。其實呢部機都算幾大部噶。咁如果買翻嚟咧，淨係做手，我又覺得好似有啲嘥啦，所以咧我係會攞佢嚟做埋腳嘅。當你用嘅時候咧，就將只腳塞入去啦。不過咧，佢就唔係好夠位嘅，其實因為佢會係即係比較矮啲嘅呢度。咁大家咧就可以稍微揭一揭開個蓋，係啦，佢可以咁樣成個打開，佢係用磁石磁住嘅其實。咁咧就可以稍微揭開少少，然之後伸只腳入去啦。咁就算你真係伸唔曬都唔緊要啊，都係爭少少，咁都會係照得到嘅。尤其是夏天，我自己好中意著涼鞋啊。咁如果著涼鞋嘅朋友咧，只腳係會特別乾嘅，因為經常暴露喺空氣裏邊啊嘛。咁佢咧就可以幫你咧防止你嘅腳跟咧係有龜裂嘅情況啦。我個人咧就好分秒必爭，唔中意嘥時間嘅。所以當我做緊呢個 hand perfector 做緊個手部療程嘅時候咧，我咧就一定咧會配合埋呢一個嘅 LED mask 去用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個 LED mask 咧係唔需要用手你都可以做到㗎，就咁戴上去。咁另外咧就係呢個 LED mask 同呢個嘅 hand perfector 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十分鐘嘅療程啦。咁兩個同時開始做咧，就兩個同時完，完咗之後你又可以做其他嘢啦。咁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整體嚟講，我對於呢一部 hand perfector 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滿意嘅，因為佢真係做到咧我想要嘅效果啦。真係令到我隻手係滑咗，咁而家咧就算我去拖我老公啊，或者我去摸我啲小朋友咧，我都會冇咁尷尬啦，唔會好似鞋雜雜咁樣刮親佢哋，亦都非常之期待咧繼續用落去嘅時候咧，可唔可以令到我隻手咧嘅顏色更加係均勻，同埋咧可以減淡啲皺紋嘅。如果大家係中意呢部機嘅話咧，我咧係會有個優惠碼俾大家嘅。而 Current Body 咧亦都非常之好啦，係特登咧為咗我咧做咗個 bundle 出嚟咧，就係呢一個 LED mask。加埋呢一個嘅 hand perfector 嘅一個嘅 bundle， 個 bundle 本身已經平咗噶啦，但係如果你用埋我嘅優惠碼 yen15 嘅話咧，你可以再額外享有一個嘅85折嘅優惠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幾抵，因為頭先我自己都篤過機，我覺得都幾抵買嘅。如果大家有需要咧，就可以咧去到呢一個嘅連結啦，用翻我嘅優惠碼咧嚟到去購買就可以噶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繼續過一個健康、自信、開心的生活。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分享，記得要 like、subscribe， 同埋要撳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㗎啦。記得要 follow 埋 IG， 因為有很多嘅特別優惠，我是會透過 IG 獨家發放的。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